我是这段影音短片的制作者，我今天想要请问哈，在影片中，一位乐于帮忙插花的修女，她的心路历程，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样描述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是因为了环境过来台，从越南来台湾。其实因为教区的分配工作，所以呢，刚开始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。但是呢，我说啊，好，因为我们都是教区的一份子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如何跟教区的配合。所以我愿意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找方法如何去做完成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开始祈祷跟天主说，光教我如何怎么去做，让我最适合的，然后让赞颂天主的，首先是赞颂天主，然后还有说让大家可以体会到，透过这花呢，美妙的让大家体会到天主的照顾。所以我就慢慢去学习，还有在网络上看一看，然后在教花当中呢，我也祈祷让天主带领我如何是做最好的、最完整的来服务大家。所以呢，慢慢的一次再一次，所以我变成了熟练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虽然是很累，但是呢也有很多麻烦，可是我心里觉得最开心的工作，所以我愿意来做这件事。